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，欢迎回到这次的狗兵虾米 Game。相信各位在这几个月内都受到相当多游戏发行的影响，像是 Apex、还愿、全境封锁2等等大作，或是突如其来的旋风给烧到。不过，今天要介绍的都不是以上所说的游戏，这一款是真正的赛车游戏，它的名称叫做 Trails Racing。特技摩托赛崛起。老实说，我只有玩过该游戏的公开测试而已。但是，如果你曾经在手机上玩过上下左右线性控制的摩托车游戏，你一定会喜欢这款只有台币5-600块的 3D 摩托车越野赛。虽然整体游戏界面稍嫌单调，但是关卡上的设计可是千奇多变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坐在电脑萤幕前面，透过你单手来操控上下左右来驾驭你的越野魂的话，不妨就参考看看吧。当然，摔车是一定会的。OK， 那这就是今天的狗兵虾米 Game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或看法。OK， 那这是狗兵虾米 Game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